准备还有是什么？那其实，在苗栗念书，我是在苗栗联合大学念书。那当然，大家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大埔事件。那当然，大埔事件在全国轰轰烈烈，那也很多学生去声援啊。那我为什么？我一开始其实也是在网络上观看。那重点就是在说，哎，我是联合大学，我某在2013年的这个816。816在苗栗有个晚会，就是我们拿鸡蛋丢县政府的那一次。那我那一次第一次，算是比较近距离接触参与到社运。那我进去看看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哎，为什么现场每个工作人员，那每发鸡蛋的人，然后讲话的人，去声援的人，都是从新竹来的，从台北来的。然后，联合大学的学生去哪里了？我那时候其实就还蛮生气，我有点纳闷说，在联合大学，我们想用到苗栗的这些，算是有用到苗栗的资源。那苗栗的人情，他们的热情，其实没有人比联合大学还要更加清楚。那当苗栗有苦难的时候，那我们怎么可以没有站出来？就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经历到这么强烈的一个经验，那在那个强烈的经验，其实是启发公民意识最好的机会、最好的时机。但是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，也并不是天天都可以冲警察。那这也让我，开始有个想法，说，我们必须要进到政治体制去开始去改变什么。我们要把一些坏的人替换下来。台湾下来换到我们上去的时候，我们要开始慢慢的跟一些基层来进行沟通，然后再借由沟通的这样的模式、互动的模式，然后再渐渐的把整个公民意识再把它带起来。这样，那我觉得这对我来说，这是一个我想要走的一个方向。就你要先把烂的换下来，烂的换下来之后。一边换，然后一边跟公民对话。那像有些比较抗争的团体，就会比较以议题性的去主导他们想要的目的，或者是去告诉人民说，我们应该要怎么做，我们应该要有独立思考，或者什么样子的想法。好，那大概就是时间差不多。好。就是他们我到我们的一个参选过程，就是那个他们讲的其实是我在面对的这些新住民姐妹们，他们是怎么样的一群人，然后到我自己跟我们。好，我现在在从事新移民工作这9年的经验，其实很多时候你会觉得我在帮他们解决问题，我是一个社会上有资源的人，所以我要做多一点的事情来帮助他们。这个是我跟他们的关系，他们是需要协助的人，因为他们在这个社会政治当中是被漠视、被弱化的。那我有能力，我要来协助他。我常常会觉得说，我们在做社运的过程里面，好像只是一个热情、一个热血，觉得应该要为这个社会的不公去做对抗。可是很重新回来自己身上的时候，到底那个东西压迫有发生在我身上吗？那个压迫对我的影响是什么？我怎么去想这个社会的压迫是不是真的？除了发生在他们身上之外，其实也发生在我身上。那对我来说，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是来自于在2012年的1130，就是从这个画面，就是我就不是那么温柔坚定啊。就有些人可能有印象，就是在2012年的1130，就是因为台湾那时候在推多元成家的法案，就是在推婚姻平权法案的时候，那因为有些基督教的团体，他们在那个忠贞纪念堂那边开始在做，就是那天在1130做了一个游行集会。那我跟一些朋友其实就是举了牌子，就是后面的什么上帝什么上帝很 nice 啊什么之类的牌子，希望可以表达就是同志的意见。可是在过程里面，我们就被一群戴着帽子、戴着白色口罩的人团团给包围住。那对我来讲，其实这个经验蛮冲击的，
就我自己是一个双性恋，所以我其实跟女生交往过，也跟男生交往过。然后刚好在那个时间点，我是跟女生交往的。那因为我自己当时跟女生交往，就会觉得说，好，你应该参与这些行动来表达这个意见。可是不论在就是我过去跟女生交往的经验，其实从来都没有真的很感受到，原来女同志在台湾会被歧视。当我跟这些异性恋的朋友们是属于不同阵线的时候，我现在跟女生交往，我曾经也是异性恋，可是只是我现在是同性恋的时候，我跟他们不一样，所以我被分了一条线。那一条线告诉我说，好，你我们这一群多数的异性恋才是社会的主流哦，我们是一群人，你们这些人就是跑到边边去，你们是一群他者，你们不属于这个社会的主流的常态。我觉得常常在政治上面，我们其实很快会觉得政治是很高啊很深的。我在自己参选的过程当中，其实很惊艳到一件事情，政治就是生活，生活就是政治。你今天所有的事情都跟你的生活有关，今天议员也要去帮人家看清水沟的事情啊，然后看那个路平不平，这全部都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。所以政治没有这么遥远，可是那真正政治复杂的东西在于是谁来决定这个政治怎么被分配，这才是最困难的一个东西。那在过去我们通常都会相信有一个有能力的人，有想法的人，然后有条件的人，他可以来帮我们决定。可是如果这些人是戴口罩的人呢，怎么办？我要被他给决定吗？我因为我的同志身份被排斥被歧视，也是我的姐妹们因为他们的外配身份被排斥被歧视，那个歧视性质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，那我们都是一样在承受这个社会的这些污名。好，所以他们就是我们，那也是我，也是我。那对我来讲，参选一个很重要的过程是我在经验一种，其实参选不是为了代表你们，是代表我自己，是我自己在面对这个社会在产生什么样子，这个社会变成什么样，这个社会创造了什么样的氛围跟价值是让我觉得不舒服的，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应该挑战的事情。其实更重要的不是代表大家，而是代表我自己。每一个人都有在面对这个社会的问题的时候自己最关切的事情，你不可能把这个东西交到别人身上去要求他去代表你做，就是议员也好委员也好都会有他关心的议题，他觉得应该要做什么东西。好，我们都说什么主仆归位啊，那个民意代表是人民的公仆啊，好像我们有这个权利，可是事实上等到真的他们被选上之后，我们真的还是我们自己政治的主人吗？可是如果我们都觉得其实我们都能够自己做政治的主人，那其实做政治主人最简单一步就是你自己出来参选啊，那为什么不能做这件事？那这是我们自己的想法。好，因为郑春起当年就极力主张，郑春起先生嘛，以及外老师，就极力主张，就是说要切开，禁止论，别再插起来文章。因为今麦他自己出来参选，对不起，我真的不大懂，知道吗？政党已经变成了一个组织，然后他已经有一个形态，然后剥夺掉很多年轻人参与的机会的时候，那我们还要去相信他所原本抱持的这个信念吗？我觉得对我来，至少对我来讲，我现在又可以相信个人，比如说有些个别的委员做得很好，我们很愿意跟他们合作，很愿意跟他谈。可是更多是这个政党本身的值已经烂掉，说你该怎么办？我觉得才会到后期是，我们就觉得我们自己出来选，那其实也在挑战我们过去一直觉得政治很黑暗、很脏这件事情，能不能够透过你自己进去之后，真的搞懂他在干嘛？因为我觉得不论刚刚是那个李俊委员或是立奇讲，其实都在告诉我们这个政治里面它不是想象中的这么简单。可是如果我们一直在外面骂，其实不痛不痒，他们还是在他们的世界里面，甚至我们也会变得好像讲得很简单，可是事实上真的要踩进去，就是好像在外面骂别人很简单啦，可是真的踩进去才知道那个做的困难在哪里。比如说像郑春琴老师，他曾经也当过民进党时代的劳动局局长，他也是想要知道到底那个里面在搞些什么，怎么做。那我觉得他也是经过那个历程之后，才会更回来跟我们这些后辈在谈。你就是得进去搞，你不进去搞，你不能够把他们搞到那个脑袋重新换回他们自己做一个人民脑袋，你其实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社会的体制。